动小肌肉，不要变成一个烂骨头，创意体操就爱玩边走，天天都这样做，一三五七九十一 A B C D E F G， 倒数五四三二一，动一动真 happy。 Hip hop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go， 请你跟我动动小肌肉，不要变成一个烂骨头，创意体操就爱玩变奏，天天都这样做。一三五七九十一 ，A B C D E F G， 倒数五四三二一，动一动真 happy。昨天啊，我来说，因为啊，我们的手都很酸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这样按一按，然后帮彼此按摩按摩，就不会酸啦。手很酸，是因为昨天打太多蚊子的关系吗？不是啦，卡特，是因为昨天我们帮社区公园大扫除哦，结果扫得太认真了，所以今天就……哇，大扫除哎！我要帮你们拍拍手，你们真是太有效了。哎呀，卡特，那是应该的啦。不过啊，我在想啊，有没有一种机器人，只要 one touch 给它按一下按钮，它就可以帮我们煮饭、扫地，甚至帮我们按摩，有没有这种机器人呢、有这种机器人吗？有了，跟我这样做哦。我们这样做，一起变成机器人喽！大家变成机器人，首先机器人的头先动一动。好，机器人慢慢的动头，记得所有的动作都是慢慢的，卡卡的哦。我们来动头，加油！很好。接着，机器人想拍拍手。好，机器人一起来拍手，跟着我一起拍拍手。再打开，很好，拍拍手，再打开，注意都是慢慢的哦。接着，机器人跟旁边的好朋友打招呼，握握手。好，机器人慢慢的转过身，跟旁边的好朋友打招呼，再握握手。注意哦，动作都是慢慢的哦。很好。机器人好像快没电了耶，动作越来越慢，越来越慢。我们没电了，需要换电池。哎，机器人换好电池喽，我们可以动喽。机器人有新活力，大家一起大扫除。好，机器人现在要来扫地喽，我们拿起我们的扫把，准备要来扫地喽，一起来。One two three four two two three four three two three four four two three four。好，机器人很厉害，现在我们要拿起抹布，准备要来擦墙壁喽，抹布拿好。跟着我一起来，下面擦一擦呀，下面擦一擦，上面擦一擦呀，上面擦一擦，换一边，下面擦一擦呀，下面擦一擦，上面擦一擦呀，上面擦一擦。好，变机器人。
很干净，任务完成 ，turn off。好，任务完成，关掉电源，变回原来的样子。哇，所有的小小机器人都好棒哦！对呀，现在啊，地板还有墙壁都变得很干净哦。哦，那各位小小机器人的手背会不会很酸痛啊？不会，不会啊，这么厉害。那我决定了，不然我们再去扫社区的篮球场，还有图书馆，还有玩具室，还有走廊，还有哪里呢？还有校长室。跟我这样做，我们这样做。柳丁哥哥，我们还是先来练习当机器人好了啦。小朋友，电源打开，变成最厉害的按摩机器人，开始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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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起走，和风一起散步，脸上微笑。
么不见了？他跟我玩起躲猫猫，戴上球帽，拿好手套，约好朋友打球了。哎，小棒球怎么不见了？快点到处找一找，左边找找，右边找找，前面找找，后面找找，看看左边翻翻墙角，哎，找不到。客厅找找，房间找找，厨房找找，厕所找找，拉开抽屉翻翻床找，也找不到啊！球球球球，他怎么不见了？难道球球他也有长脚？真好笑！球球球球，他肚子吃饱饱，滚来滚去，滚到哪里去偷睡觉？戴上球帽，拿好手套，约好朋友打球了。哎，小棒球怎么不见了？快点到处找一找，快点找！我问爷爷，还有奶奶，也问爸爸，还有妈妈，舅舅哥哥，拜托妹妹，也找不到。叔叔伯伯，姑姑阿姨，堂哥堂姐，表弟表妹，巷口街坊，隔壁邻居，也找不到。球球球球不见了，全家出动，屋顶也快要被掀掉。能听见狗狗，它好像在偷笑，原来它正在窝里咬。蜜蜂姐姐，我们来玩猜一猜，你有没有信心？我有，你出题吧。
好，注意喽，第一个提示是动物。动物。仔细看好哦。你猴子，猴子。好厉害哦。还有。小猪。哇，你都猜对了，可是啊，他们都小小的。猴子、小猪，他们都小小的。第二个提示，人。辛苦的妈妈。答对了，第二个。啊，我知道，是老爷爷。哇，答对了，他们啊也都小小的。动物小小的，人也小小的。对呀，蜜蜂姐姐要请你猜一个地方。地方小小的，小小的，哈，我知道是小人国。哇，答对了，哎，这个就是啊，幼婷寄来给我们的画。你看，在图画里面，很多地方都是小小的哦，只有里面的小猫跟小狗比较大一点点哦。真的，而且看得出来，幼婷她玩得很开心喽。对啊，幼婷她还说，她还想再去玩一次，哎。那有什么问题？幼婷再去玩一次啊，这次一定要玩得更过瘾哦。香蕉哥哥，现在换我来考你了。嘿嘿，那有什么问题呢？好，那你来猜我在演什么？预备起。老婆婆慢慢走，路上遇到一只狗，小狗汪汪叫，你手上的橘子一直掉。哎，香蕉哥哥，我没有演这么多啦。哦，那你在演什么啊？你注意看，我们今天要说的是正阳小朋友画的，有斑马线，有红绿灯，所以我演的是老婆婆过马路。哦，所以在图画里面扶着老婆婆过马路的就是正阳他自己喽。没错啊，你说正阳他是不是很有爱心？真的哎，正阳真是我们的好榜样。对啊，当我们遇到需要帮助的人，我们就应该赶快去帮助别人，这样才对哦。看到小朋友都学会帮助别人，我也好开心哦。蜜蜂姐姐，借我一下。好。请问小，怎么做做做做不做？我听不懂哎，要怎么帮他？我有话要说，快说，快说，贝贝，我找别人来帮你哦，你在这里不要乱跑哈，拜拜。必须收，必须收，必须收，必须收。我有话说，快说快说。聪明和威
险，快快快逃离。嘟嘟，紧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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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嘟嘟，紧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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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火车嘟嘟嘟，爱到哪里去？嘟嘟嘟，快乐回家去。